大家都看一看啊，这是东太行的玻璃栈道啊，这个玻璃已经碎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啊，全碎了，玻璃全碎了，看到没有？大家看看啊，就这样还照常开放啊，这是个事故隐患啊，一定是有事故隐患，大家都看看。我靠，你看这玻璃啊，你的手一拿就掉了啊！你看，玻璃一拿就掉啊！这家可不闹嘛，这是我们掀开一江啊，大家看看东太行刚刚开放的玻璃栈道啊，这个玻璃碎了啊，就简单弄这么一个板在上盖着，都看见没有？简单弄这么一个板盖着，这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啊，同志们，安全隐患，大家看看啊，东太行玻璃栈道啊，玻璃烂了，都看看啊。看看这个片儿碎了，看到没有？严重的事故隐患啊，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啊。